हैं।等下记者会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开始整队好不好？那个台湾的朋友站在比较后面的地方，面向马路，然后那个两面的番旗，我们请韩国的朋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边。那个台湾的朋友都可以进来了。你看看他在那边。好，在这边。那个我们其他声援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站在后面了。然后我们稍微这样好不好？我们往我们的左边，往我们的右边跨个一步好不好？有步头。好。那个我们待会10点就是准时开始我们今天的行动，这样。
拍到了，拍到那个空调了，然后拍到空调。终于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他就跟我们说支持公司关，对，他刚刚我们说今天怎么打伤人家，所以他们就是说气愤，他就说是打伤人家。我们那个番茄好了吗？好番茄啊，好。然后那个解雇急杀人，待会我们就立在旁边，好吧？那个，我们请那个番茄拿到最后面，好吧？番茄放到那个后面两侧，然后那个番茄可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好，再可以再靠近一点。然后那个解雇及杀人，来，小柔，放在那个裴大哥的旁边，拍起来，立起来，立起来。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记者会哈。이제부터그기자회견시작하겠습니다。我们先来喊口号。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少川出来面对，何少川出来面对。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少川出来面对，何少川出来面对。好，我们今天抱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哦。今天是韩国 HIDIS 工人第三次来台湾了。我们举的布条里面，他叫裴宰炯。前面两次他都来台湾了，第三次他也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的。我们要问的是，台湾的老板们，台湾的资本家，永丰里的何寿川，到底凭什么把韩国工人逼到这个绝境？为什么韩国工人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来台湾，但是何寿川从来没有要来好好跟他们谈的意思？我们丝毫都无法忍受台湾的老板用这样行径来面对工人。而我们刚刚看到什么？我们刚刚看到所谓的有一个叫永丰里工会，他贴出两个红布条，他说支持台湾电子业，他说支持关掉韩国的 HIDIS 工厂。刚刚有媒体去访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要贴出两个红布条，在韩国工人以自杀来抵抗不义的资方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工会竟然是以两个红布条表示他们的心意。他们说
他们的想法跟资方一模一样。他们说因为海底石亏损很严重，如果海底石不关掉的话，台湾工人搞不好会没有工作。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今天工人的命运并不是只有台湾韩国这样的方法，工人命运在恶质的资本家下面命运都是一样的。今天他可以关掉，恶性的关掉韩国的厂，他同样的也可以恶性的关掉台湾的厂。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有一个诉求，我们诉求很简单哦，我们希望台湾的资本家、台湾的老板何绍川能够出面解决这件事情。我们这边看到，大家看到旁边有一个叫做解雇及杀人，这是海底石工人从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跟他们老板讲这件事情，但台湾老板丝毫不以为意。我们今天跟他讲的是，没错，你的解雇就是杀人，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工人的生命就要死了，这是谁可以负担得起的？出门喊口号吼，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绍川出来面对，何绍川出来面对，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绍川出来面对，何绍川出来面对。必须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吼，海底石工人从第一次到现在第三次来台湾，他们诉求都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撤回官场，撤回解雇。但台湾的资本家有来面对这件事情吗？丝毫没有。何绍川、元泰科技、永丰余集团只想要取得韩国海底石的专利权。工人的工作是什么？是垃圾。工人的生命是什么？是垃圾。是可以任意被践踏在他脚底下的。除了这一点诉求之外，还有两点诉求。今天韩国工人来台湾，要求永丰余彻查，今天永丰余集团里面谁应该为裴大哥的死负责的？第二个，这是我们的干部导致生产线出现问题，我们要问吼，真正导致公司营运出现问题的是谁？是资方。所以我们这些强烈的要求吼，永丰余集团何绍川出来面对，出来面对，何绍川出面解决。何绍川出面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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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绍川出面解决。好，接着好，我们就要请韩国基民主劳动下面经济到支部部长郑圭田。지금부터그정규정부장에게그발언시간그하겠습니다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哈。예반갑습니다大家好저는한국에있는전국금속노동조합경기지역을담당하고있는지부장정규전입니다我是韩国全国金属工会京畿道支部的部长郑圭田，郑成功的郑，双两个土，双土圭田是田地的田，郑圭田。먼저발언에앞서서现在我第一个发言。경찰관계자에게我希望这一次事件的相关人士분명히경고합니다。我们在此非常郑重的警告。우리는관광목적으로온것도아니고동물원원숭이도아닙니다。我们不是你们可以这样子任意糟蹋的劳工哦。사진촬영을즉각중단할것을강력히경고합니다对于永丰余资方的这样的做法，我们现在在这里非常郑重的警告他们。우리는동료를잃고비장한각오로대만땅에내렸습니다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同仁，我们的伙伴裴宰炯。在这样子的伤痛之前，我们必须要来到台湾去讨，再来这边讨一个公道哦。온갖것을다가진영품자본은我们再次第三次来到了台湾哦。영품자본은노동자를해고할때도성실한교섭을하지않았습니다对于永丰余集团迟迟不愿意撤回官场、撤回解雇的这样的做法，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사람이죽었는데도15일이지나도록단한명도
나타나지 않고 있습니다. 나 永豐魚集團殺了人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公司的决策者出来面对家属哦，从来没有。한국의대만의관리자들은공장을버리고도망가버렸습니다。那我们的社长还有在韩国的经营者抛下了在工厂的位置，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哦。그리고대만에서도수차례교섭불능할것을요구하였지만침묵으로일관하고있습니다那我们也已经发了在来台湾之前已经发了公文给台湾的永丰鱼集团希望可以有面对面谈的机会可是到现在为止一点回音都没有오죽했으면유가족을모시고대만땅까지왔겠습니까那我们到底今天为什么必须弄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的裴宰炯大哥，他的家属，他的妻子也来到这边来哦。그래서이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사람은오직대만의영품회장뿐이라고생각했습니다。那今天裴大哥的遗孀来到这里，跟韩国工会的干部都已经在你的面前。那我们这边非常郑重的呼吁，也警告永丰鱼集团的决策者赶快出来面对哦。그래서회장을만나기위해서이렇게기자회견도하고요청하는것입니다。我们为了见永丰鱼集团何寿川董事长一面，在这个下雨天的天气里。在这边开着记者会，再次的不断的不知道是第几次的呼吁跟诉求。만약에끝까지대화를거부한다그러면如果永丰鱼集团迟迟不愿意出来面对的话，우리는한국땅으로돌아가지않을것입니다。我们绝对不会回韩国。뿐만아니라또다른배정들이한국땅에서대만으로몰려올것입니다那我们甚至如果说永丰鱼集团不愿意出来面对的话我们甚至会把裴大哥带来从韩国带来这边哦그래서더강력한투쟁과더강력한힘으로이문제를돌파할것입니다我们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直到永丰鱼集团出来跟我们谈为止그리고마지막으로最后대만의시민사회단체와노조관계자여러분들께진심으로고개숙여감사드립니다在这边非常感谢来这边声援我们的台湾朋友再次感谢你们한국에서도대만의사회변혁에함께하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我们即使在韩国，也会跟台湾的朋友一起抗争到最后。감사합니다。谢谢。我们来喊口号哈！永丰鱼杀人凶手！永丰鱼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永丰鱼杀人凶手！永丰鱼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我们就要永丰鱼集团听清楚啊！如果没有出面解决的话，这几位韩国朋友是不会离开台湾的。我们也要台湾所有的老板看清楚了，如果你今天敢对待台湾工人、对全世界工人有着剥削的手段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对不对？对。好，接着我邀请我们韩国全国金属工会海底支会的支会长李湘木。이상모지부장아지회장발언해주십시오네하이디스지회장이상모입니다我是네对我是하이디스支会的支会长李香木木子李香相互的香木是一个和穆斯林的穆고배재영동지는저와함께노동자활동을10여년동안같이한동지입니다那裴宰炯我的伙伴
他是在工厂和我一起奋斗十几年的同仁哦。제가지금지회장을맡고있지만배재영동지는저에앞서서두번에걸쳐4년간지회장을하셨습니다那虽然我现在是支会长，但其实在我担任支会长之前，裴大哥他担任了两任，然后将近四年的支会长的一个就是任务。누구보다도강고하게투쟁했던배재영동지를영풍그룹자본이죽였습니다那这位比我们谁都还要坚强的裴大哥，今天被永丰鱼集团杀了。하이디스는1월7일날공장폐쇄와정리해고를하겠다고하였습니다那하이디스韩国经营者在1月7号2月7对不起2月7号发布了第一波的就是解雇通知哦이인크회장을만나봤지만권한이없다고했습니다那我们当时就已经跟元泰科技的负责人当面谈，但是永丰鱼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不是我们有权决定的事情。”잉크회장은영풍그룹후회장의사위입니다。那他说：“元泰科技是在永丰鱼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그래서이문제를해결할사람은영풍그룹의호조찬회장이다。那他说：“可以解决今天这样子整个事情的人是永丰鱼集团，不是元泰科技。”그래서유족과함께이자리에왔습니다。那我们非常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就是在韩国得不到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带着裴大哥的遗孀，然后跟韩国的工会干部，还有 HiDis 的工人一起再次来到台湾哦。한국인사장은고인이돌아가신이후로보름이넘도록회사에나타나지않고있습니다那在裴大哥5月11号过世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15天哦那我们的在 HiDis 的经营 HiDis 在韩国经营者社长一直都没有出面哦우리의요구사항은세가지입니다我们的诉求有三项哦배재영동지의죽음에대한책임을인정하고책임자를처벌해야됩니다那第一点就是对于永丰鱼集团还有就是 HiDis 公司威胁裴大哥的当事人必须要出来负起最大的责任那永丰鱼集团也必须要惩处这些人더이상살인을멈추기위해서도공장폐쇄와정리해고는철회되어야됩니다那第二点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诉求撤回官场撤回解雇고배재영동지의유가족에대한대책을마련해야됩니다那第三点就是对裴大哥的遗孀负起最大的责任이세가지가해결되지않으면한국으로돌아가지않겠다는결의를다시한번밝힙니다那在这三点诉求没有解决之前没有得到回应之前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台湾哦대만동지들의무한한연대에감사드리면서힘차게저희들투쟁하겠습니다再次感谢来声援的台湾朋友谢谢撤回广场撤回解雇撤回广场撤回解雇谢谢谢谢好、哦、而且我们必须要让永丰鱼知道、哦、今天不只是韩国人民抗争而已三次韩国人来台湾台湾很多工会也都走出来了因为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老板何寿山所做的事情是台湾的耻辱所以我们接下来邀请中华电信工会的理事长朱传炳我们看到、哦、永丰鱼工会竟然弄出两个红布条所谓的支持台湾电子业支持关闭韩国电子厂我们要问吼难道帮韩国工人争取权益那叫做不支持台湾电子业吗难道支持台湾电子业的方式就是糟蹋韩国工人吗这些人到底想什么吼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的工会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帮助韩国工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台湾老板剥削的恶行恶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所以接着我要请中华电信工会的理事长朱传炳来为我们讲几句话지금은중화통신노조의그이사장발언하겠습니다各位媒体小姐先生还有我们的韩国的受难者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会的先进大家今天真的是不好了问好是假的了
我们中华电信工会要站出来，要声援这些韩国的劳工朋友，遭受到我们台湾那个资本家传统的打压工会，他不止打压了工会，甚至于打压了我们以工会的作为。我也相信这个工会并不是他自主性的，希望弄这个白布红布条来支持他公司，因为他受到这资方的打压之后，做出很异常的行为，出卖了所有全台湾的劳工。工会不应该是支持这个企业雇主随意的官场，随意的解雇，随意的解雇劳工的。所以我中华电信工会一定会站出来力挺这个韩国的劳工，让这个韩国劳工在台湾能够有一个依据点，作为来对这个资本家在抗争的。所以我中华电信，我代表中华电信工会也真的要求侯硕川真的要出来面对这事实，希望侯硕川来跟这韩国的劳工朋友来谈谈，有所交代。所以我中华电信工会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个韩国的海底石的工会来这边台湾，为了他们权益在抗争。在此还谢谢大家，下雨的时候共同来声援我们那个韩国的朋友。台湾的工会不是像永丰工会那么凄惨的啦。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喊口号哈。永丰于杀人凶手，永丰于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永丰于杀人凶手，永丰于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接着我要请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理事长郑雅慧。各位朋友，老天爷都在哭泣了，这样一个为全世界劳工发声的一个工会干部，我希望台湾社会大众要知道，不会只是一个韩国工人的死亡这件事。为什么这三次台北市产业总工会都一定要出来相挺？我们觉得资本家这样子的国界的资本是这样子的，在剥削全国全世界的劳工，全世界劳工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劳动低薪化、被弹性化的工时的一个政策下，如果还不能觉醒，还不能自己站出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悲哀。我觉得永丰裕的老板，如果诚如你所说的，你对于裴大哥的死同样感到遗憾，同样感到悲痛，请你站出来面对这三个具体的诉求。三个诉求并不多，我们不希望让这样的无辜的生命在无辜的牺牲，在更多的诉求，那是你永远都赔不起的。我觉得韩国工人听不懂我讲什么，我希望唱一首歌，那一天我们围着永丰裕大楼，我们唱出了劳动者赞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哀悼裴大哥，这样的牺牲不是一种无辜的牺牲。全国的劳动者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反剥削，真平等，我的同志们，为了明天的胜利，誓死战斗到底。想讲了一点，裴大哥没有死，他永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裴大哥的化身，我们会继续讨回这笔血债。谢谢。永丰裕杀人凶手，永丰裕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永丰裕杀人凶手，永丰裕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要跟大家报告，大家有看到我们头带上面是一些韩文，它上面意思是说继承我们同志的遗志。我们要跟永丰裕讲哦，你今天杀死一个裴宰炯，我们这些人都还会在这边，我们阴魂不散的跟着他，好不好？好。
我们不知道蓝友风雨集团那边多少次了，但是从头到尾友风雨集团没有正式的来面对过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韩国干部说他们韩国的时候就已经行了一个正式的公文，要求友风雨和何寿川针对这三点诉求进行回应。但是请问我们得到了回应吗？我们得到了回应吗？我们得到的回应就是没有。我们工人给合作社的回应是什么？以死明志。我们接着，我们要请韩国民主老总，我们要请民主老总惊喜到本部部长李尚彦来念一段。我们现在先请我们裴宰炯大哥的太太，也就是他的遗孀，来跟我们讲几句话。안녕하세요저는현재고인이된배정씨와이프입니다我是裴宰炯的妻子李美罗。제남편은세상을떠나기전까지노동자를위해싸워왔고我的丈夫在离开这个人世之前，一直为了海底死的工人、劳工运动付出非常大的心力哦。생각하고실천해왔던사람입니다那他是一个实践型，说说做就做，一定会做得到的一个人哦。저한테는정말좋은남편이었고자식들한테는정말최고의아빠였습니다那对我而言，他是全世界最好，对我最好的一个人，也是我最好、最最棒的一位丈夫。那也是儿子最好的一个爸。영풍그룹이멀쩡히일하던남편들의동료들을정리해고했고那我的丈夫虽然没有被不在解雇，目前不在解雇名单里，但是他为了被解雇的同僚们付出了非常大的心力哦。남편은정리해고정리해고자가아니었지만일자리를잃고공장에서쫓겨날동료들을걱정했습니다裴宰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同僚被恶意的解雇공장을폐쇄하지말고그냥이대로일하게하라고요구하면서동료들과함께싸웠습니다那我的丈夫他为了他的同仁站出来，那他其实我们的诉求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想要继续在工厂里面跟我们这些伙伴一起工作。그런데5월11일싸늘한시신으로저와저희아들곁으로남편은돌아왔습니다那5月11号我们换来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回到我的面前哦。지금도남편이죽었을거라고믿고싶진않지만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的丈夫已经死了。왜우리남편이이렇게억울하게죽어야만했는지저는꼭듣고싶고알고싶습니다我来到这边，我就想知，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的丈夫会这么冤枉的离，要被迫这么冤枉的离开这个人世哦。저는현하이디스경영진인전인수개새끼가
제 남편을 협박하고 해유하고 해유했다는 사실을 꼭 듣고 싶습니다. 나, 我在这边要得到一个真相是，到底为什么 Hydis 的经营者陈英淑他可以这样子威胁我的丈夫，那甚至让我的丈夫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Hydis 가공장폐쇄와정리해고를철회했다면，如果今天 Hydis 的决策者可以撤回官场、撤回解雇的话，저희남편은싸늘한죽음으로돌아오지않았을것입니다。那我今天面对的也不会是我的丈夫的冰冷的尸体哦。아빠가죽은줄도모르고지금열심히대만에서투쟁하고있는줄알고있는저희일곱살아들이있습니다。我有一个七岁的小儿子，那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经走了。那为了要讨回一个公道，妈妈必须要来到台湾抗争哦。일곱살아이를한국에두고여기까지왔을때저희아들은저에게哦，我暂时放下了七岁的孩子来到台湾。엄마아빠랑꼭싸워서이기고돌아오라고。那我十七岁的大儿子告诉我，我离开前告诉我说，妈妈，请你一定要讨回公道之后再回来。대신다쳐만오지말라고하는아들의말을듣고너무나가슴이아팠습니다。我听到我的儿子对我说了这句话，我的心像要快撕裂开来的感觉。언제인지는모르겠지만아빠꼭손을잡고가고싶지만，我不知道这一天还会不会到来，但是我一直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再一次的握着我丈夫的手，带着我的孩子幸福的生活。그럴수없다는현실이너무나가슴아프고억울합니다。那我知道我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저는꼭두아들에게떳떳한아빠였다고엄마는끝까지싸웠다고말해주고싶습니다。作为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爸爸。那今天虽然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一定会讨回公道为止。저는영풍위그룹허수찬회장을만나서，那我这边非常非常希望能够见到永丰云集团的决策者何寿川哦。죽음의사죄를받고，我们要他对裴大哥的死谢罪哦。더이상남편의동료들을죽지않도록공장폐쇄와정리해고를철회하겠다는，我们希望我的丈夫裴宰炯的死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位哦。꼭확답을받아돌아가겠습니다。撤回官场、撤回解雇的这样子的诉求，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그것이저의죽은남편의한이었고，这也是我死去的丈夫的遗志。두아이들에게떳떳한엄마여고싶었습니다。我是两位儿子的母亲。끝까지싸워서돌아가겠습니다。即使我失去了我的丈夫，但我现在在这里告诉各位，我一定会抗争到底哦。谢谢。永丰云杀人凶手，永丰云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永丰云杀人凶手，永丰云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我不知道说我们今天来这边这么多次了，一个干部已经死掉了，
永丰集团还在干什么？出来面对工人，坐下来谈很难吗？我们接着邀请韩国民主劳总经济道本部部长李尚彦来为我们朗诵一段对于裴大哥的追悼文。中文在记者会资料里面，我们就不现场做个及时的翻译。영풍이그룹의정예구가우리동료를죽였습니다영풍이그룹보셔찬회장은하이디스노동자배정동지유족과의면담에당장나와야합니다벌써보름이지났습니다고배재영동지는아직까지장례도치르지못하고차가운냉동고에있습니다하이디스모기업영풍이그룹은300여명노동자들의일자리를뺏고해고했습니다해고하지말라는노동자의요구를외면했고결국한노동자가억울하게죽었습니다裴大哥他现在还在冰冷的冷冻柜里哦。那5月11号到现在已经经过15天。那永丰余集团作为 HIDIS 的母企业，在今年3月31号做出的官场的解雇的这样子的通知，那我们300位劳工一夕之间失业。영풍이그룹의정예구가우리들의소중한동료를죽인것입니다。那裴大哥也在这个时。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离开了人间哦。해고는살인이라는노동자들의처절한외침을묵살한영풍이그룹이이죽음에책임져야합니다那在韩国解雇及杀人这句话我们已经不知道说过几遍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要讨回公道한국의하이디스대표이사와대만잉크회장은아무런권한이없다고합니다永丰余集团他旗下的元泰科技在韩国的经营者告诉我们说他一点权限都没有这不关他的事이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모든권한은영풍이그룹에게있습니다他说在这场事件里头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他们是永丰余集团叫我们过来这边跟他们谈영풍이그룹고소찬회장이억울한노동자의죽음앞에사과하고하이디스정예고공장폐쇄처리를약속해야합니다那我们在这边郑重的告诉永丰集团出来面对啊我们诉求刚才已经讲过好几次了우리의요구는세가지입니다我们诉求我们再讲一次啊영풍이그룹은고배재영동지를죽음으로내몬책임을인정하고책임자를처벌해야합니다永丰集团对裴大哥的死负起最大的责任惩罚当初威胁他的人노동자를죽게한정리해고와공장폐쇄를즉각처리하십시오撤回这种杀人的决策撤回官场撤回结果그리고고배지영동지유족에대한대책을마련해야합니다对裴大哥的遗孀负起最大的责任우리는이미오랜시간을기다렸습니다我们已经等太久了이제는영풍이그룹이답을해야할때입니다现在开始是永丰余集团应该要出来面对的时候하이디스노동자들과고배정동지의유족은영풍이그룹이문제를해결하기전까지절대로한국으로돌아가지않을것입니다在解决我们 这些问题我们的诉求之前我们绝对不会离开这里啊고소찬회장을만날때까지투쟁을중단하지않을것입니다在我们见到何秀全之前我们绝对不会停止我们的抗争우리의요구를거부한다면한국노동자들은물론대만의노동시민사회단체들은영풍이그룹과호조찬회장을상대로더욱강력한투쟁을이어갈것입니다투쟁투쟁如果永丰余集团何秀全拒绝我们诉求不愿意面对我们会和韩国的劳工台湾的劳工一起抗争到最后直到我们得到一个解答为止啊2015년5월26일민주노총경기도본부전국금속노동조합대만하이디스노동자연대전선감사합니다谢谢我们要问候永丰集团到底有没有派人出来
最后这段时间后，如果当个永和旅集团不判出来，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吼。我们接着我们请我们的全国连线的成员毛振飞吼，那最后来帮大家来讲几句话。마지막으로공장폐쇄네트워크리도毛振飞씨발언하겠습니다我相信大家今天看到是一个非常难过感伤的一天，来到现场可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丰鱼的高层来面对何先生的家属，何先生的家属，我要高层来好好的面对他的遗孀，用眼睛去看他今天恶劣的手段逼死了一个工会干部，而且更恶劣的手段是让永丰工会作为资方的打手，在这里更可恶的是有资方的人在这里收证。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你心会被烫血，你心会被哭泣。我们来到这里，我相信会告诉他们，我们必然会要他血债血还的。上一次我们就告诉他，面对这样的事情要站出来面对工人，跟工人好好坐下来谈，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仍然是资方高傲的态度。已经死了一个人，仍然派一些尿杯啊在周围收证。你以为我们怕降级啊？我告诉你，你今天已经毁了个家庭，毁了一个生命，毁了工会，而更恶劣的是把台湾的工会拉下水，而且是丢全台湾的人的脸，让国际的笑话今天在这里产生。永丰的工会，你面对一个为劳工权益奋斗的人，你怎么站出来？你怎么去面对他？何秀川，你眼睛睁大的看着遗孀，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是被你逼死的，被你用各种恶劣手段对付死的。我们今天站出来，台湾的工人站出来的时候，也告诉永丰工会，也告诉永丰企业的老板，你要面对这事情，站出来解决它。没有好好解决，我们跟他势不两立，我们跟他战斗到底。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好，既然永丰鱼没有出来哦，我们继续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把所有人全部收起来，来布条把它收起来。我们两侧朋友来往中间集中。啊。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好不好？好。来，所有的来，韩国朋友来跟着我走。刚刚想电话给我，我说你要不要过来？永丰鱼杀人凶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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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秀川出来面对！何秀川出来面对！永丰鱼杀人凶手！永丰鱼杀人凶手！何秀川出来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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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丰鱼杀人凶手！永丰鱼杀人凶手！
站着的。做什么冷静，冷静，同仁坚守防线，同仁坚守防线，冷静，坚守防线，不要有任何动作，坚守防线，不要有任何防线。冷静，把头发一起喊，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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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잠시 멈추세요. 영광이 팬이 하인다. 마이크 영정 트루. 同仁不要有动作，守住防线，守住防线。这位是加强收阵。给大哥的语速。还有警察，你干什么对他们？你觉得他会打吗？我们怕吗？他老公因为害你关系上吊自杀了，你们知道吗？姑娘姐，是你的。还让人丢脸的，还让人丢脸的。你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同仁前攻后陷，所有同仁前攻后陷，所有同仁前攻后陷，不要叫前线，前攻，守住防线。所有同仁前攻后陷，守住防线。台湾的警察，不要丢台湾人的脸。不要上杀人凶手的手法！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英雄的脸，你们就对了，好吗？他就在旁边。杀人犯在里面，你们为什么不在里面？你们为什么不进去里面前攻后进？昨天在这边对付我们，算什么好？这条不行。我们维持公共秩序，警察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所有民众，保护所有民众。王宇，你警察，你离开，你警察，你离开。
们求现场裁判通知下面进去，我们立马维持公安秩序。现场队，你们团长，你们团长，我们立马维持公安秩序。现场队，你们配合管制，你们配合管制，请你们配合管制。现场队，不会进去抓杀人凶手。请你们配合管制，现场队。我们尊重你们言论自由，请你们尊重我们司法立场。我们尊重你们言论自由，你们要尊重司法立场。请你们的手来，我们请大家。你有脸完全杀了司法家的立场？来，我请大家听我的愿。如果台湾的警察和台湾资本家真的还有良心的话，真的来看一下这个人。那个对啊，那这个对，这个应该是，直接带我来台湾三次了。那个好像是当人员，一位干部来两次，最后被公司逼了自杀。警察如果这样昧着良心说什么私刑动物，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对不对？对。我们今天的银行受损哪家？即便都要警察。我们打到你好不好？请两号通知东镇一分局。请两号通知东镇一分局。来，不用在那边讲什么了。来，所有人整队。来，所有人整队了。我们现在要来这个整队。我们带了一个步行前往合作的大家。大家。什么公共秩序？你们瞎说！你们想破坏啊！王八蛋！他们凭什么展示啊？你凭什么弄台湾纳税人钱？我们依法维持公共秩序，执行公务。请不要怒骂我们同仁。不要怒骂我们。他说是事实啊！不要怒骂我们同仁。我们依法维持公共秩序，收证，收证。好，来，我们现在到这集合。请你们再不要对我们同仁怒骂我们同仁，对我们私强盗胁迫，请你们再不要对我们同仁私强盗胁迫。来，我们现在去合作啊，家伙，我不需要刚下那个。我们把那个体力，我们家打中正一啊！哦，中正一，哇！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哈。现在我们要去合作川家里。来，我们就在这边准备好了。我们先请韩国朋友了哈。哎，我们。他家在哪里？对，东西都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八六，你们可以帮毛治国家都找出来了，合作村。来，我们就在这边整队。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医生在这边。十六 G 好像不够，满了。我们지금현재시작하기전에먼저그인원을정리하겠습니다。这边只有十六 G 而已。기다려주세요，기다려주세요。对啊，就十六 G 而已，你有三二的吗？来，我们现在布条、番旗，还有待会会请我们穿着校服的干部。来拿着我们那个解雇及杀人的棺材。班长，我又是班长。我们待会往左边走。然后我们现在请我们现在旁边还放了东西的，全部都拿到这边来了。然后没有。他问我，我也没有，我也不够，更不知道。那个好，布条在最前面，然后关在中间。我们交换一下，我们的布条在后面，关在前面，因为布条太大了。现在没有地址。你拿去。关门者，阿普罗劳夫，我是马冲干。对对对。
知道。哦 ，OK， 我知道。好厉害哦！来，我们走。你要问了。对。来，我们先把后面搬起。搬起。搬起，全部拿到后面。没有，我刚刚好在进去的时候，就刚好扶着那根橡皮没垫。好，现在我们抗议的有风雨，我们要去何寿川家里。他家在哪里？不要告，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那个番茄不用拿，然后番茄可以拿后面一点，没关系，因为番茄很高，番茄可以拿在左右两旁，在队伍的中间的部分。我先问一下大家，刚刚在过程当中有受伤吗？苏琴，苏琴在哪里？还好吗？旁边的那个班琪，好，番茄拿到那个九色了。我不知道大家各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哈？就这一次第三次韩国方来台湾。他们已经做了好一个决心了，就是如果资方没有出来承诺这三点的话，他不会离开台湾哦。我们知道陪大哥的死，我相信大家都很难过，但或许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工人抗争的过程当中，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后一仗。大家如果知道韩国的双龙汽车，双龙汽车在跟资方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资方是二职的中国资本家，好巧不巧 ，Hydis 之前也被二职的中国资本家京东方收购，而后来他们以为永丰余集团是一个比较好的资本家，比较好的资方，愿意好好的经营公司，但后来没想到也是这个样子。双龙汽车后来跟中国资本家斗争过程当中，后来死了28个人，里面很多人自杀，也很多人病死。自杀不是一两个工会干部自杀，是他的家属一起自杀。所以我们再去看什么叫解雇及杀人，就是这个样子。当老板为了更多的利润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的时候，那就是把我们杀了，而且不止把我们自己杀了，把我们家人也都杀了。所以今天韩国工人他们没有打算回去了，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跟他们一起走这一层的后面。我们刚去冲的后面不是有好，我们喊完口号，我们就出发哈。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有风雨杀人凶手，有风雨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好，我们大家出发。
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劳动者赞歌哦。全国的劳动者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爱国是生命的我的同志们，为了明天的胜利，誓死战斗到底，杀杀！这一首歌哈，每次韩国工人来，我们就会唱一次。它已经变成台湾的工人的战歌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资本家一直不愿意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如果资本一直不出来，我们也会像幽灵一样跟着他。我们再一唱一首歌哈，劳动战歌。全国的劳动者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益，不怕任何牺牲。啊。他刚刚挑衅的那个警察，你有照他编号吗？我没有照到。我有照到。你有照到？哦，就全部都在照编号。有一号跟他，刚刚有个胖胖的，那个很壮的，跟他冲突的那个。我就全部相机都在照编号，回家慢慢看照片。嗯。还有录影的。有啊，我有录影的，我也照到他。在一个非常长的游行里面，所有的埃及工人是怎么样在大雨中不畏惧的大雨？走了6公里，沿途是非常有力的喊着撤回官场、撤回节目的口号。我们其实非常希望台湾社会可以看到，这个虽然是一个大家说的一个韩国的官场的案子，但是它的资方是我们台湾非常大的集团永丰余集团。永丰余集团在过程里面，他要的只有专利权，所有工人为了他这个集团在打拼、在工作，赚进他的利润。当他宣布关厂之后，韩国工人，我们是两次以来，宁波西街，三角肥大哥，宁波西街。在这个过程里面，被资方当成是一个头号针对的工人，所以过程里面。有关于说，如果工会要继续谈判，就要对工会提起高额的纠察。因此，黑大哥在五月初的时候上吊自杀，我们不能够接受。台湾的资方先在台湾吃干抹净，把厂移到大陆之后，再从大陆移到韩国，再从我们韩国的厂关了。一条人命在这个过程里面
1년 전에 영풍그룹이 대만에서 또 공장 폐쇄했습니다. 18년 후에 영풍그룹이 한국에서 공장 폐쇄 다시 하게 됐습니다. 근데 이 회사가 더 많이 벌고 스스로 가지고 노동자를 버리는 그런 짓을 했습니다. 잉크가 영풍 그리고 영풍 그룹이 특허권 가지고 중국 비어이와 똑같은 지지를 했습니다. 잉크가 이익을 위해서 세상 아이인의 노동자를 버리고 무슨 짓을 다 할 수 있는 되게 끔찍한 사측입니다. 심지어 저희가 계속 투쟁 멈추지 않다면 사법적으로 고소하겠다고 협박당했습니다. 이 과정에서 우리 배재영 동지가 돌아가셨습니다. 아닙니다. 이 일자리를 지키기 위해서 하는 것이다. 근데 일자리 지키기 위해서 자살까지 해야 되는 이 상황에서 누가 책임질 수 있는지 영풍그룹이 지금 당장 나오라고 합니다. 우리 지금부터 지금까지 여러분과 똑같습니다. 공정 패션 철회하라. 冬天만난 기회 한 번도 없습니다.
선수들이 우리 막고 있고 우리 화성천 호의장이라 대명할 수 있는 기회도 지금 뺏어가고 있습니다. 다시 한번 경고합니다.
옆은 그룹이 당장 나오라고. 소화이과 장차화이 제고 공장 폐쇄 철회하라. 경비 해고 철회하라. 미제발 미라이더 강남자주 지진공시 배재형 동지의 죽음을 영풍그룹이 책임져야 됩니다. 我们要求华少川出面谢罪，华少川 당장 우리 앞으로 나오고 사죄하라고. 时间，
为什么没有时间坐下来面对面，面对这些在韩国被你胁迫，一个被你逼死的公安，他一生来到台湾，你为什么？会不会走到办法去大安区了吧？非常的清楚，杨光宇集团他在意的是社会的观感，社会的舆论，他一点都不在意这300多个工人在韩国，因为他恶心官场的决策而失去收入，生活陷入困苦的工人家庭。何同学，你如果有时间接受媒体专访，你谎话连篇。上次在黑人就大哥网上的消息传回台湾的时候，元大科技甚至对媒体说，这个工人他不是被胁迫的工人，他也不是抗争的成员之一。我们不清楚元大科技永光宇集团你们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说辞。韩国工人在三次破坏台湾，前两次黑大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无论是游行的时候、记者会的时候，他都是站在最前面，他是我们的发言代表。我他走哪里？你怎么有脸？他也没脸的话，我想知道你想对媒体说什么，请你直接来面对所有的韩国工人，来面对黑大哥的医生。啊，小鸟到了。何寿春出来面对。小鸟刚好开场。何寿春出来面对。我们已经慢慢的靠近了何寿春他家了。你几个人移民何寿春进长发音。因为快到了。在这里。应该在这附近。风雨大家比较知道何寿春他。永光宇集团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相关企业，啊，大到从汽车工厂，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永光宇集团他们几乎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日常生活，都会遇到永光宇集团有生产的产品。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官场惯犯，在台湾他们甚至有儿童基金会拿着学生的名号。我们走到金山南路了。山南路跟爱国东路，哦，好大，下来。我
然后我们到Yes!
哪边啊？快到了吗？啊、快到了吗？到哪里了？哦，好累，已经走到东门了哎，已经走到东门了。东门站了，在台湾最高的公馆里面，一样走一两步就很远啊，根本就是坐捷运去。好像在附近而已。韩国都在欺负台湾，我们没有必要告诉韩国的工人，幸好是在韩国留下这个光环。对啊。但是我想请问大家，这样一个恶性官场的工人，很远啊，其实已经走到，应该快到了吧。已经到了，应该快到了。我们都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时常非常不认同台湾政府的做法。糟糕，我们时常非常不认同台湾政府的做法。应该快到了。我们一般民众，韩国工人不需要帮忙，韩国欺负台湾的言论，他被欺负。东门市场，我这边应该这边的。94号，仁爱路二段94号，快到了，快到了。大家等我回去，然后叫大家回去。这可是真的是仁爱路吗？这是新的信义路哎。仁爱路就是新的线。是仁爱路吗？对，那路走这边也不对啊，这是新一路。我们应该要哪边有准备，所以就是这样。哪边有去啊？去马展就是他家。有警察、啊，现在没看到警察、啊。저희는지금두번째원정단방지에만든편에영국은행들어가점검을했습니다그때최재형경비께서우리를데리고같이투쟁했습니다끝내大家看到的永丰银行就是在爱丽丝工人第二次来到台湾的时候黑大哥带领着三十多位工人进到银行里面跳了1个多小时的战斗舞그때는저희가이마트편의은행들어가한시간이라안에서춤을추고한시간이라거기서있었습니다在过程里面合作社员刘光宇的人只派一些人在旁边收证他依然不愿意出来面对来台湾抗争韩国工人점거과정에서영국그룹이영국그룹이나온사람은없고그냥작은직원들이우리옆에계속카메라로찍혀있습니다在那一次的抗争结束，我们记忆非常的有幸是黑大哥在抗争结束退出银行之后，他以韩国最大最大记忆的挂牌跟所有台湾声援韩国工人的台湾群众致上最大虔诚致的敬意。그때당시에하이틴노동자들이점거액션끝나고나서은내앞에서저희대만의시민여러분한테응원해주신시민여러분한테무릎을꿇고인사를했습니다这样的一个工人在这个抗争期间不断地被四方打压，让他们回国
2차 원정당 끝나고 나서 한국으로 돌아갔는데 사슴이 계속 한인 노조한테 협박하고 있었습니다. 저희는 협박 당하고 저희의 존경하는 배재호 경지도 돌아가셨습니다. 저희는 하조산한테 그리고 영풍그룹 직원한테 물어보고 싶습니다. 저희는 왜 이런 끔찍한 공장 폐쇄의 결정을 받아들여야 하는지 이해가 안 갑니다. 저희의 여군은 처음부터 지금까지 변하지 않습니다. 공장 폐쇄 철회하라 하는 여군은 드릴 수 있는지. 다시 시작하고 허수탄 집 앞으로 금방 도착하겠습니다. 영광의 사랑의 쇼쇼 영광의 사랑의 쇼쇼 전자산업이 발전할 수 있는지 없는지 왜 우리 한인
好，不用看了。老板宁愿心里想的，只是要眼前的获利。영품으로 넣어줘가 대만의 전자산업 지지하기 위해서 영품그룹을 응원하겠다고 이런 발표를 했습니다. 이런 끔찍한 사측에서 하는 짓은 우리 받아들일 수 없고 대만의 노동자들도 같이 응원해야 됩니다. 因为就算就业机会提高了，老板也是一样继续剥削我们。我们 노동자들도 이런 끔찍한 사퇴하는 짓을 협박당하고 있습니다. 相反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哪个国家，工人的命运是一样的。 대만이든 한국이든 우리 노동자의 상황을 똑같습니다. 唯有这样才能够迫使资本家。 우리는 단결해야 됩니다.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撤回官场。如果台湾的老板没有办法面对他应该付出的劳动，面对我们尊严下必须予以保障。 这个环境，它必须要予以保护。面对产业的发展，它必须要永续。如果台湾的资方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件事情，台湾电子业、台湾各种产业永远无法得到发展。台湾的他自己劳动者利益，这种活的毛病，我们台湾的他们还是有开口，还是不开口，我们干部这个方面的。 我们在这边永远的纪念，爱你的工会的会长，裴来总，乐团为国际的工人，还为台湾的工人立下个典范。我们今天要的不是官场上的资遣费，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工作的保障，而这是我们台湾人之前完全不敢奢求的。 대만 시민 여러분, 저희는 한인 노동자입니다. 저희는 돈을 위해서 오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많은 老板, 口口声声说共体时间，共体时间，但是真正状况是，我们赚了很多，但是丝毫不会进到我们劳工的口袋里面。我们一直以上的经济为目标，经济为目标，저희 정치 일코까지 이런 상황에서 우리 절대 받아들일 수 없습니다. 그런데 대만 정부도 지금까지 반응이 없습니다. 사드하는 짓을 바로 우리 정부가 이렇게 무시한 채 이렇게 하게 됐는지 대만에서 대만 정부도 책임져야 됩니다. 대만 정부가 진짜 대만의 전자 산업 발전되고 싶다면 먼저 노동자를 사랑하고 함께 생각합니다. 这个危机喊口号，我们也希望台湾这边台北的居民能够支持工人，不管他是台湾人、韩国人，或甚至是中国人，因为工人在跨国资本流动下面，我们其实一直被剥削。这个危机喊口号，撤回官场，撤回官场，撤回官场。
是一个陪伴这个灵堂。好意思，他我不要动作，他们关机，我传开过去的。我希望让何少春每天都看着他杀死过的样貌。好意思，何少春，何少春警察配的，我们要给我做加工的。他可以赚钱，但是我们要良心不安，好不好？好，何少春，你都给破了。저희는지금수고로유동태이거이안에찍혀서부르겠습니다좋아용산이잔수라Thank you.
是人脉路，不然要走人脉路。哦，好累哦，我们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左转。大家，我们都会做的事。我们这些是大家接一个要求要出面出来面对的一样子。我们要想要代替大家的时候，面的是这一大堆的遗照。而现在我们要替大家设立一个。好，现在还在跟着我们的朋友们，辛苦了。好，我们快要到永丰余董事长何寿川他的家。大安分局的守备范围。转角这边。杨风云杀人凶手，杨风云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杨凤云杀人凶手，何寿川出来面对，何寿川出来面对，撤回广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我请大家把准备好来哦。
前面，在前面。要快要到他家了。我现在旁边的朋友，周围的朋友，我刚才接我前站。平安，平安呢？平安呢？응원의응원의중심되는단체들이지금부터앞으로나옵니다여러분들의대단我待会将在南站门口前面设立一张。우리는지금허수산집앞에도착하고등향도설치하겠습니다사회관찰사회관찰사회최고사회최고阳光与山人相守，何守川出来面对，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到了到了，何守川出来面对，看到警察了，何守川出来面对，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何守川出来面对，何守川出来面对，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阿寿山出来面对，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阿寿山出来面对，阿寿山出来面对，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阿寿山出来面对，阿寿山出来面对，我带我心中阿寿山出来吗？好，阳光与山人相守，阳光与山人相守。여러분앞으로나오십시오我们待会就在那边设个灵堂저희는여기서허수산집앞에서분향서솔직하겠습니다我们要看何素川到底多有脸우리는허수천한테똑똑히벌하고今天他害一个工人死掉了저희경지가돌아가셨습니다아따리왜우리수고하지지책임빨리나와서책임져야됩니다我现在请我们韩国的朋友我们的部长，你部长님좀발언하시겠어요？来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待会就要在那边架设灵堂。그부장님께서혹시그언론매체한테그우리여기서분향서설치하겠다고그리고앞으로여기서농숙하겠다고그런발언은가능하세요？유재용동지와함께왔던길을걸었습니다这里是裴大哥曾经来过的地方저는1차원정때배재용동지와함께대만에왔던경기지부부지부장엄미아라고합니다我是第二次远征团
带领第二次远征团来到台湾的当时的其中一位成员严美野。보셔서아시겠지만일곱살난아들을한국에두고남편의유지를받들기위해서이곳까지부인이함께오셨습니다大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何秀川家前面，我们带着棺，带着写着解雇及杀人的棺，还有更重要的是裴大哥的遗孀，他的妻子带着他丈夫的遗照来到何秀川家前面哦。참으로영풍그룹잔인한기업입니다我们要告诉台湾的朋友们，台湾的市民朋友们，永丰云集团是多么残忍的一个企业哦。어찌남편을잃은부인의울부짖음에한차례도사죄하거나앞에나타나지않는지정말로잔인한자본입니다对于失去丈夫的家属，他的妻子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还是见不到永丰云集团何秀川？배재영同志의유지는분명히이야기하고있습니다裴大哥的遗志非常的清楚明确。내가이루지못한하이디스공장폐쇄철회와정리해고철회공지들반드시이뤄주세요裴大哥他的遗志，他告诉我们，即使他走了，他先走了，但是我们留下来的人还是要继续抗争，直到撤回官场、撤回解雇为止哦。저희한국금속노동자들이배재영동지의유지를받들겠습니다我们韩国全国金属工会的所有全体同仁，还有 HiDis 的工人，我们会在这边郑重的跟各位说明宣告，我们会为裴大哥的遗志抗争到底哦。우리배재영동지부인께서도남편의유지를받들겠다눈물로결심하셨습니다那我们的裴大哥的妻子，她来到台湾，流着眼泪告诉大家，她也会继承她丈夫的遗志，走到 HiDis 工人都能够回到生产线的那一天为止。우리대만동지들도배재영동지의유지를마음속에간직해주시기부탁드립니다我们在这边也呼吁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传达，那也希望台湾的市民朋友可以理解，也把裴大哥的遗志放在心里哦。우리는이곳호수찬회장집앞에까지올수밖에없었지만이곳에서언제까지가되든호수찬회장과의만남을기다리면서분향소를설치하도록하겠습니다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设置灵堂，让何秀川正式的面对我们。那在灵堂旁边，我们也会在这边露宿到，直到何秀川出来面对我们为止。한국의하이디스전인수사장은지금도유가족을우롱하고고인을우롱하는짓거리를계속하고있습니다在韩国的하이디스经营者，他的社长到决策者，他们不断的糊弄家属，还有 HiDis 的工会的所有人，不断的戏弄我们说，你们来到韩，你们在韩国抗争没有用，来台湾吧，去台湾。저희는영풍과직접대화하려고이곳에왔고대화가이루어지지않으면절대로이땅을떠나지않을것입니다我们在韩国被互踢皮球，那我们到台湾来，我们要永丰云集团为他的子公司做下的事的做下来的策官场决定付出责任，然后还有裴大哥他的死，还有裴大哥的家属负起最大的责任哦。예바로이곳에서저희는오늘이지나고내일이지나고3일이지나고4일이지나도이자리를떠나지않겠습니다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直到他来出来面对为止，我们都会在这边哦。호수천회장은당장이곳에와서고인의
在你的面前，何秀春，请你出来，不然我们绝对不会离开。우리동지들과함께이곳에서바로분향소를설치하고저희는무기한노숙에들어가도록하겠습니다那我们现在开始设置灵堂，然后我们要开始展开无限期的露宿在何秀专家前面哦。해군은살인이다解雇及杀人，解雇及杀人，배재영을살려내라，对裴大哥的死负起责任呢。이분향소를함께설치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那各位前来声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协助，设置灵堂的话，我们会非常感谢哦。好，我们待会这边，我们就在他大门口。我们就在他大门口设置灵堂。何秀川做一个资本家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都一个人回来这边睡觉，他可以去，对哦，他可以去哪边睡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在他家前面设置灵堂，他走吗？好，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回结果，撤回结果，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回结果，撤回结果，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回结果，撤回结果，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结果，撤回结果，撤回广场，撤回广场，撤回结果，撤回结果，有不与三人凶手，有不与三人凶手，何秀川出来面对，何秀川出来面对，有不与三人凶手，有不与三人凶手，何秀川出来面对，何秀川出来面对，我要跟大家报告哦，刚警察说这边是巷子啊，哈，这边是马路。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今天韩国人海底石的朋友们来这边，如果资方没有给个交代，他们绝对不会走，所以我们今天灵堂我们就设在这边。지금은저희는그분향소설치되고근데대만경찰들이우리한테이거불법이라고계속경고하고있는데근데우리물어보고싶은것은안에있는허소찬이왜안나오지않는데우리절대이렇게받아들일수없습니다就像裴大哥一样哦，他不怕西方打压，我们今天不怕共权力对我们的挑战，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哈，来，我们现在灵堂设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要做行进行一个仪式，大家一起做个祭拜？그혹시분향소설치된곳다음에혹시그동지여러분이그의식이나뭐그없어요他说没有耶。那个香是要拜拜吗？就是发给所有人。그향을我们可以讲，就是我们灵堂的仪式，然后所有人发香下去，然后主祭，然后那个。저희는그대만의응원의단체들이대만의형식으로배재영동지의영정을我们待会用一个我们台湾好来这边来那个好照片附一个了来，我们现在那个旁边手上拿香的朋友，我们把香发给所有的在场的朋友。待会我们的部长，我们的支会长，海底石的会长，会来带我们做一个追悼和祭拜的动作。지금향을나누고我们待会哈，我们现在拿到香的朋友，我们都站在后面，好不好？来，我们请拿到香的朋友，
대만의 그 음노안의 주신 경지 여러분도 지금 향을 들고 같이 대문지의 영정을 빌겠습니다. 혹시 그 경지 여러분 발언 하시겠어요? 现在由飞大哥的遗孀他太太来带领大家来一起做一个追悼和一个祭拜的动作。那个我们请是不是所有的朋友我们都尽量集中站在后面，集中在那边好不好？对，集中都站在这边，就是面对灵堂这样子。유가족분对，然后我们两位干部，我们站在，我们可以站在那个遗孀的两侧吗？옆에中间，있으면같이옆에있으면네。那个香这边，几位干部手上还没有香，可以帮忙发给香。他们要那个，他们要跪拜。他们要跪拜哦。我要那个，母的不用香哦。好，他们。然后待会前面几位干部会以跪拜的方式，好，好，来，那我们就开始仪式。我们其他所有朋友，我们就拿香。那个，我请那个毛理事长、朱理事长站上往前站吧。还有那个北市参总理事长。그리고그야회대만단체그공장폐쇄네트워크를리드하고그리고그탈베시지원노조분들도앞에서还有副理事长，好，副理事长来，北市参副理事长，请站。다들나와주셔서영정을빌겠습니다。然后我们所有的来在台湾声援的朋友，我们一起跟着这几位理事长，我们一起做悼念的动作。好，那我们一样用台湾的方式，我就那个三敬拜礼，好不好？好。面对裴大哥，台湾的声援者，一拜。二拜。三拜。好，请大家可以上香。이거는대만에서제일존경스러운그돌아가신분에게영정을빚는방법입니다那个那个蜡烛，蜡烛，蜡烛，蜡烛熄了，刚刚又点了。
走。好，刚刚韩国朋友已经讲了，如果今天资方元泰科技也好，永丰也好，还有和寿川，如果不愿意来回复工人的三点诉求，第一点诉求撤回官场撤回解雇，第二点诉求征退黑大哥的死，公司进行检讨并提出来需要负责的人，第三点诉求针对裴大哥的遗孀和他的家属进行抚恤，如果这三点诉求没有达成的话，刚韩国朋友也讲了，他们是不会离开这边的。저희는방금기자회견말씀드렸던처럼저희의세가지요구를영풍그룹의경영자들이나오지않다고받아들일수없다며우리끝까지여기노숙하겠습니다而刚刚警察也讲，他说这边是道路，他不能一直让我们在这边。그리고방금경찰들이우리한테그러더라고요여기는그주택때문에그작은길에서여기노숙할수없다고경고했습니다但是我们要跟他们讲。근데저희는今天之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我们有意义的吗？그리고저희근데저희는물어보고싶습니다경찰들한테그리고영풍그룹한테우리자우리원한대로이렇게여기서분향소설치하고노숙하는게우리절대원치않습니다如果今天核수관出来解决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想在这边。사측이당장나오면우리이렇게까지할필요가없습니다既然公司现在没有想打算出来解决，그리고지금사측인영풍그룹이나올생각이없다고들었습니다如果韩国工人一直在这边的话，我们今天台湾的声援者，我们是不是一起在这边陪他们？对。그러더라도한인동지여러분여기있어도우리대만의노동자들도같이하겠습니다即便警察进去里，我们会害怕吗？不会。우리경찰들의경고를두려워하지않습니다所以我邀请各位朋友一起在这边陪着我们韩国朋友奋斗到最后，好不好？好。대만응원해주신대만동지여러분도여기같이있었으면합니다所以邀请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抗战。이거는장기적으로투쟁할것입니다如果资方不愿意出来解决，我们就一直会在这边。사측이나오지 않다면우리계속여기있을겁니다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再看到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裴大哥的出现，对不对？对。왜냐하면우리더이상 사람을떠나보내고싶지않습니다或许这就是最后的战役，我们坚持到最后，好不好？이거마지막싸움입니다所以我邀请大家一直在这边，如果有事情的话也可以先去处理事情，但是我们这边必须要一直有人来保护这个灵堂，我们要让何寿川不断的受到良心的谴责그리고여기지금부터노숙하기시작할건데근데대만의동지여러분도혹시시간되시면같이여기 있었으면합니다所以最后，我们待会就会进行我们长期在这边设置灵堂，并且保护灵堂，并要求何寿川出来面对、出来解决的行动。这是一个很持续性、长期的行动。그리고마지막으로우리지금부터분향소보호하고노숙하겠습니다韩国朋友他们也决定好，他们要那边露宿在这边。既然他们在这边，我们就永远不走，除非得到何寿川出来解决。所以最后，
待会我们要开展长期性的动作，如果各位朋友有特别的事情可以先离开，但是我希望我们一直有一些朋友在这边来保护这个灵堂，也来守护这些韩国工人。最后我们一起喊个口号，마지막으로국을 외치겠습니다사회권총사회권총사회제국사회제국사회권총사회권총사회제국사회제국영원히사회청소영원히사회청소어서서出来面对어서서出来面对영원히사회청소영원히사회청소我们接着要进行我们长期的动作，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也希望大家继续留下来，好不好？我们最后一起喊，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声援，我就不一一唱名了，好不好？我最后喊加油，大家一起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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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오늘기자회견여기까지하고그리고지금부터노숙하기시작하겠습니다好，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写。